倒数计时成功，我们就跟 YouTube 做结合。你要做跨年啊，然后做活动啊，办倒数，是都会有这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们刚刚提过的，其实我们这个蜂鸣器本身是比较小声的，所以你又没有 MP3 player， 你要播放一首歌是就不行。但是呢 ，Webduino 可以跟 YouTube 做结合，好、哦，可以直接跟它做结合。所以我们找找看，来，你找到右手边这里互动的，好，互动里面你可以找到有没有叫 YouTube， 底下点下去，看起来里面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开始用。可是呢，你的 YouTube 工具有没有在左手这边就跑出来了？好，那在开始做之前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有听过妖怪手表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这一首呢，阿爸的，这很老的乐团，但是那一首歌只要在跨年，好像应该都会听到，因为是国民歌手。好，这个里面这一首歌，看，快到啦。这样听到这里应该就很熟了吧？有没有每年过年跨年都会有这个？对啊，好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里。那妖怪手表，因为大家都听过，更不用讲。所以呢，我这里就把这两首就做一个范例啊，而且我有做模拟器的版本，模拟器也可以啊，因为模拟器也有什么，也有这些，也有有一点矩阵。好，所以我先给你看一下模拟器的版本。好，到这里，那右上角它没有打开没关系，自己开 YouTube 有没有？所以我现在呢，这里，在这边是播放 YouTube， 在这边是播什么？是不是就播这个倒数？好，我就把那一下，有没有这里倒数？这样你会代操了吗，老师？会不会代操了？所以谁说不行？上课玩这个，这样会了吗？只要你敢跳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什么困难吗？跟你平常直接播有哪里不一样？他学会的层次又有好玩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一定要做很难的嘛。老师回去带一下哈、哦，模拟器就可以玩了。这样了解？那我们真的要来，每次都是我牺牲跳，这个我写部落格文章的，所以我们就自己来写看看。来，你看刚刚这里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来看，这个是做好的，我们从这里，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见得要从什么 YouTube 最前面开始播。因为有些时候我倒数完就直接像刚刚那个 Happy New Year， 我就直接跳到那边啊，怎么可以从头再来？这样气氛就冷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找到这边有没有？这样就开始倒数，倒数完了要做什么？你看一下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把 YouTube 的模组先载进来，因为你要播放哪一段影片，还是播放清单，都可以。好，你就把它弄进来。那这个在哪里呢？我们看一下喽。你的互动方式记得要先切换到那个YouTube。好，点到它有没有？第一个就是的 Webduino 它支援你载入影片或是影片的播放清单，不过要留意一下，它只支援标准的长的网址，也就是如果你刚刚看到这个 ABBA 的，你从这边这个它支援就是上面这个，这是标准网址。但是如果你选的是下面这里的，有没有一个分享？这里是不是短指？有没有注意到两个不一样？这个是不是短指 ？U2BE 有没有？跟上面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目前 Webduino 不支援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要用的是上面这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刚讲开始的地方，
它在短指可以支援开始，可是上面就不行。但是没关系， Webduino 有积木可以让你直接指定跳到哪里，所以请你把上面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上面这个，好，你把它复制起来，就是看你要哪一段影片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先检查一下，如果我以刚刚那个妖怪手表来讲，妖怪手表的它那个影片好像差不多是在十几秒钟，你看它这是一开始有没有，所以我大概跳到11 12 13 14，有没有跳到这里了？所以我就自己记一下，然后你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起来，好，把它复制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载入，先载入这段影片，对不对？但是要记得，你如果加了这个之后，它预设是马上进来就播放，所以我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先请它暂停一下。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播放，暂停就在里面。因为如果你现在这样的话，它是一进来就马上播。那我问各位一下，暂停跟停止差别在哪里？播放没有问题啊，就播啊。但是暂停跟停止差在哪里？暂停，如果你在第十二秒的时候暂停，它开始会从第十三秒。然后如果你停止，你在播放，它会从头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希望它载入，因为它预设载入就播了，所以我要它做的是暂停，不是停止。这样了解？好，那有了这个之后，它现在是又开始执行这个回圈，等于我程式进来载入了，我先把它停止，好，暂停，然后回圈倒数十秒，十秒完之后是不是就继续下去？哎，继续下去要做什么？你看我们在这边到这里是不是倒数完了？到这个地方倒数完了，有没有开始？哎，我还可以朗读哦，你不要忘记我们也有学过语音哦。你要说一起开始准备咯，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如果不要的也没有开始设定它播放，然后前往第几秒，我也可以两个颠倒，先前往之后再播放，还是先播放再前往，因为这个很快，所以没有太大差异。好，所以如果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就 YouTube 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前往第几秒，拿出来就在放在外面咯，哦，第十四秒，然后就请他帮我播放一下，这样有没有就搞定了？真的哈，那我们就一起试看看喽。嘿，要一起跳哦。重点是要一起跳，好吗？所以现在准备倒数，这里拉旁边一点，好嘞。有没有这里比较小声？他就准备了，四三二，哎，一起跳哦。哎，以前有流行一段时间啊，没有吗？连长青的都在跳呢，我妈妈都在跳哎。好，还给你了，瓦莉亚，自己倒数，自己跳，我要看到。